各位大家好，今天你的康康秀来秀台湾蒙太奇的玉品锅乐沙。乐沙呢是南洋一带的一个美食料理，它在被维基百科誉为是全世界50大美食必吃的汤。如果你喜欢吃异国风味的，那乐沙就很适合汤头之一哦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你来康康秀来秀台湾蒙太奇的玉品锅乐沙。乐沙呢是南洋一带的一个美食料理，它在被维基百科誉为是全世界50大美食必吃的汤头，它会加不同的配料而产生不同的特色。今天吃的乐沙呢是属于咖喱椰浆口味的，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还有一些华人地区会这样子做，啊，加了海鲜，加一点青葱，再加一点米粉来搭配着吃，啊，这全世界呢50大必吃美食之一哦。那老板自己是很喜欢吃，所以他找了厨师，然后不断的去研发这个配方，能够让大家快速的煮食，加上他自己喜欢的配料，最主要它就是一个汤底，让你很方便可以快速。那本身有一点微辣，那你可以加点刚才我上的青葱啦，还有一些虾子，一些海鲜，好，我加了干贝，也可以再加一点椰浆。好，加点咖喱粉鸡汤，或者是一点点异国风味的，那乐沙就很适合你，再加一点就可以了。不过今天我煮的呢，我煮的是炒虾，它比较偏硬，好，适合我的口感。那如果你想要吃女性同胞女性朋友的呢，你可以弄成白虾，这样吃起来会比较软一点点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先来吃一块干贝，嗯，好吃，干贝好，跟虾子不要煮太久，刚刚好就好，可以吃到它甜味。椰浆跟咖喱也很不错，有点微辣，在夏季呢，淡淡的微辣可以刺激你的食欲。果然，炒虾比较硬，可能我煮久了关心，就是个人的煮夫不是很会煮，稍微烫一下，让虾子能够熟。好，来喝一口汤，很特殊的风味，嗯，椰浆、咖喱，嗯，很有意思。我觉得水好应该再加少一点，我每次都加太多。这一公升的，我应该又加了800了，应该加到600。加到600，好，我们再加一点配料，再加点米粉，啊，真是好，真屌！我几乎是煮了一大锅汤，这已经不是说一人一碗了，这是一人好几碗了。台湾蒙太奇玉品锅，谢谢。